这个骗子是招数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就只有派出所知道，学院会给他们做工作。诈骗的这样一个教育，我是一直这些年一直都是很认真的在做，新生开学教育就开始一直在做。现因为涉及到学生隐私，而且现在学生处于一种比较敏感的状态，我们不太适合